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编织这款香蕉花。这款香蕉花可以编织帽子、男士开衫、女士开衫、男孩子的开衫、围巾都很好看。这款香蕉别看起来很有轮廓线，然后它看起来有点复杂，但是织起来很简单。它就是13针一组花。今天我们来编织两组，我来编织两组给大家看，演示一下。针我已经起好了，现在我起的是两组花，编针，好，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然后是两个反针。一个正针，这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这两个反针，这里两个反针。是这边的，我跟编针一样的，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再来两个反针，就是一个花型，一个香蕉花就编织好了。然后我要编织三个反针，编三个反针是中间花与花之间的花距，就是两个花中间的花距，我要留三个反针。然后是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。编针，编针我习惯留到后面去编织。好，反面。这是编针，我织一个正针，然后背面全部是上针，也就是反针。后面整。这个花型的后面全部每一排的后面都丝的全部是上针，下面我就后面我就不再演示了，反正每一排的后面反面也就是反面都编织上针，我只编织这一排给大家演示看。编针，底牌依然是，这盘依然是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两个反针。两个正针，这里三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
两个仿真，一个顺针，两个仿真，两个顺针，两个仿真。反面全是仿真，好，这排一样的，两个仿真，两个正针。两个仿真，一个正针，两个仿真，两个正针，这里中间花的中间隔成这三个仿真，这里是三个仿真，两个正针。两个仿真，两针，这里是一个顺针，两个仿真，两个顺针，两个仿真，一个边针，意思要循环，这样编织十排。现在我们只有几排了？一。我们再组一下，一二三四五，织了第五到第五排，我们要循环这样编织十排，然后我们再编织一排花型。我们十排已经编织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花型。编针。这两个仿真不变，到这里，这个松间针是不变的。我们要先来穿针，拉上这两针，这两针，一二，把这两针穿上。我们要先把这两针给放下来。把这两针，这两针在上面，后面这两针在后面。丝，这里丝顺针就好了，丝顺针就可以。中间针，好，现在我们这两针要在后面，这两针到前面来。我们先把这两针压住，这两针穿上，再从后面，这两针在后面，这两针在前面，这边在上面，这边在后面。把它穿过来，好，是下针，这边也是丝下针，好，这里的三针是两个花中间的距离，我隔的是三针，到这边第二个花。第二个花，我们可以借用这个针，如果你借用这个针来
把这两针挑住。然后拴上这一针，这针挑过来，这样就不容易划分。这边再倒这根线来，好，是下针。这也是丝下针，然后再到这边，这边我们要把这两根线，那是两针，从后面过，这两针挑过来，这两针从后面。然后这样扭过来，支下针，那香蕉花就这里就编织好了，两个反针。来个编针，我们再织一排反针，后面织一排反针，整排的花型，十排的花型就编织好了，这一排全是反针。香蕉花编织好了。这里的距离，两个花中间的距离，取决你要让它相隔多少针。我这里留的是3针，当然你也可以留5针、6针，就是两个花的距离要远一点而已，取决于你喜欢留多少针。我们再来织一排让它拧过来的一针。这里的两个反针不变的。这里是正针，这里又是反针，这里是正针，反针，两个正针，这里是三个反针，就跟我们开始编织的第一排是一样的。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一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两个正针，两个反针，我们这样编织设施10排，我们就开始又编织第二排花。这香蕉花就是这样编织10排，就编织一次花，然后编织多那很多排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是这里花与花的距离，我这里是留的是3针，每10排编织一次花。这高度这样的，当然你喜欢香蕉再长一点，就编织12排、15排都是可以的。这个香蕉花很简单，编织起来很漂亮，用不同的线编织出来的香蕉是不同的感觉。